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左金元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陈宇姿，我们的组合名是一句狠话，汪汪汪，喵喵喵，因为遇到他了，命中注定遇见你，想要呈现让大家记住的舞台，风格多变一点，期待就是那个可以有第四季、第五季、第六季，然后最佳拍档这个节目越来越火，让更多人认识我们。对，红红火火，越办越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Two 的卢天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Two 的秦宇文。我们的组合名是普天同庆。青天出马，谁都不怕。哈哈哈！好好好。因为我们是就是老拍档。对，我们是老拍档了。而且在去年一年，我们参加这个拍档的过程中呢，还是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，所以这次我们觉得继续挑战。吼，我们又回来啦！当然是让大家。一眼万年，意想不到，还有一什么一心一意的舞台，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新鲜感吧。嗯，与期待，我觉得就是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过分的期待，但是也不能不期待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一起和大家好好去享受，然后去有更多给彼此还有大家一起更多美好的回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J48 的张日杰 TT。 我是 SH48 Team 的严庆。我们的组合名是只言片语。我俩想去旅游，想去旅游，想去旅游，多拜托手下留情。因为他是延庆。他是延庆啊，就想选延庆。这么说吧，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，自己选的石头哭着也要早晚。中想要呈现一个，其实说实话，对我来说，我们两个合体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所以说想呈现一个，首先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舞台，然后再其次就是，一个有歌有舞的舞台吧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唱歌，然后我们也想着就是在一些那个舞台里面加一些剧情啊什么的。反正就是希望我们不管什么类型的舞台吧，都能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个很用心很努力的在去弄这个舞台。只要不是搞笑的舞台就行。想要呈现一个有内容的舞台。比如说编导我的拍档。三季最佳拍档的期待就是希望我能多走几轮，可以吗？大家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有点气势，就是能到最后一轮。想去旅游，大家，提一提想去旅游。期待的话，希望能弥补之前的遗憾吧，能够有一个多的好看的舞台。